暑假最热门的水上乐园不只有的玩，现在还有的吃。这是美牛协会举办的美食派对，不只邀请知名餐厅到场举办试吃活动，还开办了料理王 PK 大赛。夏天玩水最消暑，来到水上乐园不只有的玩，还有美味牛肉吃到饱。烤肉趴只要排队，通通免费，现场还有厨艺大 PK。三名厨师在台上大显身手，找来比基尼辣妹投票，而最受青睐的就是这一盘凤梨牛肉。什么叫面目全非啊？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刚才投三号，因为觉得它的口感比较特别，然后比较好吃。通常都是凤梨虾球啊之类的，所以第一次吃到配牛肉的，就觉得很特别。除了厨艺小教室，还有九宫格投篮比赛，水上、陆地外加美食，三个愿望一次满足。心动的民众别忘了抓住夏天的尾巴，享受大口吃肉、大方玩水的夏日派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